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回到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在模拟市民四里一起来盖一间现代风格的起始房屋。那什么是起始房屋呢？就是当你的小人进到游戏里的时候呢，他一开始所拥有的金钱能够买得起的房屋。一开始啊，如果你是一个小人的话呢，大约有20000元嘛，所以说土地的空地价值大约2000元，用这样的一个金额能够买得起的房子叫做起始房屋。所以我今天盖的这间呢，我把它的总价控制在18000以内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任何一个地段都能够买得起咯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在盖这个起始房屋的时候呢，我用了最新推出的地形调整工具来尝试一下它的感觉。这个房子呢分成两个部分，斜坡走上去呢，上方那里是房屋的主体，里面会有全部的生活所需。那走下来之后呢，旁边这里是一个算是半户外露台的感觉吗？我觉得很适合放什么烤肉啊、火堆或者是酒吧，可是我没钱买那些。好，那下午再看是怎么样把这连在一起。其实啊，这次的一个地形调整工具，我觉得它其实有些细节的地方还需要做调整的，不是说那么的顺畅。那下呢，我先弄了一个小斜坡，小斜坡连到我们的房屋的主体，然后呢旁边再往下到我们的右侧的那一栋里面。那这两个要连在一起嘛，我们总不能让它从户外通过，这样子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我觉得房子啊，内部还是要有些走道会比较好玩，所以我在那个房子的右边呢放了双层阶梯。刚刚前面我们已经盖了嘛，那个双层阶梯啊，其实需要稍微的瞧一下，它不是说那么好盖。对啊，就感觉这一次的一个地形调整工具呢，可能是刚用吧，也许是我还不熟悉，就感觉有些地方是比较卡卡的，没有那么顺畅的感觉。不过最后呢，我还是成功的把两个连在一起咯，把那个主洞跟别洞用一个双层式的阶梯，然后双层式的阶梯呢中间有一小块的空地，把它连在一起了。那对了，我这次盖这个起始房屋啊，除了用到了地形调整工具之外呢，我里面所有用到的道具、家具和装潢物件呢，只有星梦起飞资料片跟主城市，所以基本上呢就一个资料片的东西，我完全没有用其他东西。因为我想说，既然刚出嘛，我就来用一下这次新出的道具好了，所以我只用了星梦起飞资料片的一些道具还有装潢物件。像我们看到这个墙壁啊，还有这个门，都是这次资料片新增的物品哦。对了，我明天可能明天吧，或者是这几天，我会出一部星梦起飞资料片的一个物品总览影片，到时候呢再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新增的物品吧。我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啊，一开始稍微盖的大了一点，因为一开始呢还没有用家具嘛，就在盖一个房屋的一个结构，所以还没有意识到钱是这么紧绷啊，所以房子稍微大了一点。那我之后啊会把房屋稍微再缩小一下，因为呢我们必须把预算控制在18000以内嘛，这样才算是一个起始房屋，所以说呢现在看到的等一下都会改变。好，那现在呢我先把一些民生必需品先买下来了，因为钱真的快花光了。我们至少需要的有什么床嘛，然后琉璃台，然后卫浴设备，那后来我还买了一台电视还有个沙发，所以我觉得算是齐全吧，该有的都有了。那我又买垃圾桶那些，而且到最后啊，我的下方的右边那个露台呢，我还要额外钱买一个小的户外椅，可以坐在那里看看风景啊，聊聊天什么的，感觉还蛮惬意。我们的房子的右半边呢是我们的厨房，然后底下呢会放个小的吧台，中岛型的琉璃台吧，那边当一个餐桌。然后现在呢开始缩小我们的下方露台了，因为下方露台太大了，真的是非常的贵啊。然后我们的户外垃圾桶放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们的那个入口处呢有一个透明的玻璃屋顶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玻璃的天窗，我还蛮喜欢那样的感觉，有一种可以让自然光透进来的感觉吧。那后面两个房间，一个是卧室，一个是厕所。那没有说很大，因为一样，因为预算问题，所以不能说盖得太豪华。我们就是把基本的该有都有的放进去。那我尽量了，就是虽然说内装比较简单，可是该有的功能都有。那我尽量把外部看起来是比较漂亮的，有那种度假感，充满点加州风情的这种现代风格房屋。那我现在房子的一个颜色啊，是偏向暗色的嘛。这个只是我大概选一下而已，一开始先放个墙纸上去，最后呢我会把外面的墙纸全部换成浅色的咯，就是我们刚刚片头看到的比较有那种海滨风情，有点加州风情，我觉得那种感觉呢比较符合 LA 的气氛呢，
看起来也比较奢华一些。虽然说它很小，可是我觉得看起来有一点这种奢华感呢、啊，有没有？那瞬间呢，我们钱就快没了，我们直接买这个儿童用的照明灯，超可怜。这个照明灯是最便宜的，只不过后来啊，我会再卖掉一些东西，所以花的钱又变更多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稍微的修整一下我们的地表的一个样式，因为原本的样式有点乱嘛，所以我稍微修改一下，变成比较符合我现在想要的感觉。虽然说我最后呢还会修改，旁边露台这里呢我加了点小碎石，然后等一下呢我还会在前面加植坯，对，因为我超爱植物的、啊，你们知道我的应该都知道啦，我是那种即使让小人饿死，我也要在家门口放植物的那种人。我觉得说如果一个房子啊没有点植物装饰，感觉啦就是好像少了一点仙气啊，有种距离感。我觉得加了植物之后有种比较亲近的感觉吧。不过啊，我也发现到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呢，当我们调整地形之后呢，我们再放植物上去的话，它有点小问题啊，就是它会植物的一个下面，植物的一个底端呢，它跟地表会有点距离，它不会完全贴着，所以这样看起来有点好像植物浮在半空中的感觉。可是其实啊，它是贴在那个地表上，只是我们视觉上看起来呢，它是浮在半空中。这个部分我觉得还需要做调整呢，因为感觉植物浮在半空中不是那么美观。对啊，所以感觉目前是我们门口不是放了一个棕榈树，然后还放个小的铁树跟一些草吗？那个草啊，因为我地形那个地方有弄成隆起的嘛，就感觉那个草呢并没有说很贴起地面，有点不太喜欢呢、啊。那我有试一下说，假设把那个地方的地面再往上隆起，那个地面会不会就贴上草了呢？这个不会。如果说我调整的地面往上隆起呢，那个草也只是保持同等距离然后往上飘而已，并不会因为地面的一个水平面变高它就粘在一起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还蛮希望之后他们可以做一些更新调整的、啊，要不然这样感觉有点就是虽然不是很明显了，可是细看的话会觉得有点小痛苦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房子的一个外观都盖好了，那我现在呢把这个房子重新调色，调成我想要的颜色。那我调成比较有这种度假感的一个颜色，那我感觉这样的颜色呢蛮符合这个地图的一个风格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起始房屋就盖完了，总金额呢在18000以内，那我只用了主城市还有星梦起飞资料片东西。那如果想要下载这个房屋的话呢，可以到游戏内的工坊搜寻我的 ID Catherine1019，追踪我就可以下载这个房子咯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，如果喜欢希望一个赞分享留言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收最新消息哦。感谢收看，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